超市的果冻您不放心给孩子吃，那您自己在家像我这样做吧，健康卫生，吃的还放心。锅中倒入500克纯净水，50克白糖，专门用来做果冻的40克白凉粉，烧至微开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模具里放上孩子们爱吃的水果，再把刚刚烧至微开的白凉粉水倒进去，趁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扣上盖子放凉，它就凝固了。这样做的果冻特别的口弹，同时还能吸收水果的营养。喜欢的点赞收藏，赶紧在您的孩子们面前露一手吧。